把它拉出来。所以你看那个生命，恐龙的生命还在不在？在哦。所以他后面说，生命都会为自己找出路，那何况是人呢？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我们难道不会为自己找出路吗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凡事你要相信，上天都会有最好的安排。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情，上天他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让我们怎样去勇于的去走过，哦，去尝试，去经验累积，哦，我们才会有智慧，哦，那在追求自己能够掌握的，就像刚才说的，你去追求你没有办法掌握的，你有办法吗？你没有办法，我们就追求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。掌握什么？追求什么？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做好事，让我们的慈悲心怎样发端。简不简单？很简单啊，这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啊。童子军说日行一善嘛，对不对？嘿，我们每天只要做一件善事，这样就好了，哦，不要求我们做很多的善事，但是千万不要说啊，那个是小善啊，那个没有关系的，不要做不做都没有关系，可以这样子想吗？千万不能够这样子想哦，哦，所以我们要怎样可以做的，哪怕是地上有一张纸屑，你过去把它捡起来，是不是善事？是啊。那边有一个铝罐，那个铁罐，我们过去把它捡起来，是不是善事？也是善事啊，哦，所以千万不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啊，勿以恶小而为之啊，不要以为说那是小善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做没有关系啊，那个是小恶没关系的，做一下没有关系，以这种心态去衡量的话是不行的，哦，是不行的。那再来就是多说好话，与人结善缘啊，哦，说话要不要本钱？其实说话不用本钱，哦，常常鼓励，常常说话，对我们的亲戚朋友，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亲人，常常说话，甚至说，哎，看到人就先怎样跟他问好问安，问好问安是不是好话？也是好话。有的人心情不好，可能因为你跟他问安，而且有个微笑，怎样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也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所以要常常说好话，不能够说恶话，恶话就是不好的话，不好的话千万不要说，哦，所以有句话说，好话一句三冬暖，恶口伤人六月寒呐，啊，所以说好话，人家听了之后，哇，虽然是寒冷的冬天，但是感觉在心里面怎样，非常的窝心，非常的温暖。但是你讲话伤到人家，你看刀子割到身体，割到手，哦，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会不会留下疤痕？会。但是那个疤痕会不会好？会，会好。哎，有的人是抹药，有的人这样整形，那一定会好。但是你讲话伤到人的，伤到人的心，会不会好？可能就不会好，哦。因为那一句话永远留在烙在他的心中，哦，虽然是六月天，但是他一听到那一句话就怎样，整个心就寒掉了，寒掉了，哦，所以常要讲好话，夸赞人家，哦，讲好话，不要去骂人，不要去讲不好的话。那再来就是常常保持好的心情，好的心情，心情可以预测你今天是否顺利。你今天的心情如果非常的好的话，就像怎样阳光一样，哇，普照着大地，对不对？你心情好，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朋友会感受到你的好心情，就会怎样，很喜欢的跟你在一起。那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会不会很顺利？会，就会非常的顺利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做的事情你想的都是好的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嘛，我们的言谈举止如果怀着良善的动机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。所以人家说，开朗的人像阳光一样普照着大地，跟大家在一起。那悲观的人呢，像月亮一样躲在黑暗的角落，对不对？嘿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要乐观，哦，心情要怎样，把它放开，把它放开。那最后我们就是以那个圣人的一句话来跟大家互勉，啊哦，他说，哦，今朝上田须当心，啊，田家作寿成愁喜，曾经田为父之荫，而今田为累之积啊，田在心上常思维，二六十中仅相系，万重山上禾苗栽，杏田灌溉福来矣啊。这句话就是要跟我们讲说，我们的杏田，我们的心田还是一样，从头到尾绕回来还是我们的心啊，哦，我们的心很重要。你看今朝上田须当心，那个上下面有什么田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当嘛。所以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今天在朝为官还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就要很当心很小心嘛。田家作寿成愁喜啊，哦，田再加上一个寿，是不是愁？对啊，愁，哦，那曾经田为父之荫，那一样哦，你看田上面是不是父，哦，父之荫，那今而今田为累之积啊，累田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田？
田在心上常思维，田在心上是变思，要我们常常怎样反思自己，常思考自己，哎，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。所以曾子他说吾日三省吾身嘛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，常常去思考哈。二六时钟谨相信，二六时钟就是一天十二个小时，十二个时辰，二十四个小时里面，我们都要怎样？常常时时刻刻的要把它记住，不能够把它怎样忘记掉了。哈，万重山上禾苗栽，信田灌溉福来矣啦。我们这个心田在哪里？在万重山上，要去禾苗栽，要去灌溉好的东西。信田灌溉福来矣哦。所以佛家说，信为田呐、啊。念头为种子啊，我们这个念头要种在哪里？这个田上面啊，在这个心田上面。如果这个念头不好，种在心田上面，这个结果发芽长大成为什么不好的结果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嘛，哈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是因果。哦，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跟我们讲哦，我们的心哈要好，那所有的念头要好，只要种进去。所以它开花结果的东西都怎样？都是最好的，都是最好的。那最后祝我们各位朋友啊，哈，从今天一起啊，哈，都能够怎样？心想事成，心所看出去的都能够是最好的，然后心能够更开朗、更开阔、更吸收更多的东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